啊，读心术。读心术。好无聊，找个人磨磨牙吧。太丑了，下不了嘴。我有超能力了，找个人试试去。董事长，我跟你也混了好几年了，摊牌了，我想当经理。你还年轻，不要好高骛远。喂，又是这些话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想的。读心术。哼，臭鱼懒虾，妄想当经理，你也配？等我压榨完你，就把你赶走。不用你赶我走，我不干了。他怎么知道我要赶他走啊？我为公司付出这么多，公司竟然这样对我。哎，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有点反常啊。抱歉，我去了洗手间。啊？咦，长得又丑，条件又差，工作也没，真失败。啊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，分手吧。其实我是富婆，我可以养你，嫁给我吧。啊，人呢？啊，还是家好，至少爸妈一定是爱我的吧。哎，这儿子算是废了，现在送人怕是也没人要了。真不想承认是我亲生的，哎，老无所依喽。啊，你们这些虚伪的人，我要离你们远远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还想说，把咱养老金分他一半，让他别奋斗了。哎，这白把爷真让自己挖了。